哇，这个滤镜好自然哦！不好意思，调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可以磨个皮试试。你看你的这个磨着呢，打个灯，我感觉那没灯。有的，有的，没什么差别，没事儿，就这样吧。有，还需要等。晚上好，笑死啊！我来了，我在这儿。这个角度我还是第一次，因为以前都是这种。Hello. 哦，对，你没有手支架了，没关系，有的有的，我只是懒得拿。哎，你别那么懒，行不行？搞得我欺负你，你把手机支架给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没事，结果自己没有支架在这儿架着，别这么好，行不行？别这么无私的奉献。那倒也不是，我只是因为自己太懒了。我是懒惰虫。怎么看不到我了？笑死！这不是看到了吗？对，我是这样子，哇。损坏我的线不是，谢谢刷皮的一块。对，蓝色的，它在后面是一个，它从来都没取，因为之前看到也是那种，就是大家来这过生日啊、哦，对，生日过生日一个生日派对就来这。指甲好看，确实，谢谢奶茶。哦，没有，我冷静一下，是因为我刚才就是一开始直播的时候那几秒，我不小心那个了一下，哪个一下？谢谢奶茶，你懂吗？就是不小心，就是突然放那个了一下，然后就赶紧把它给关了，然后把真不是盖的哈。对，不小心说了一些不该说的。说什么啊你？我删了那个直播。你再说一遍呢？口就狂一样了，不行，狂一，我给我小小声，小小声狂一下，真的吗？嗯。哎呦！天把我手机吓的，手机都给你吓掉了。天哪，头发都我直播头发都笑劈叉了，这么狂！我求求你了，就第二个没事儿，第一个有事儿，第二个就是求求大家删了。我，你去，我去，哈哈哈！对，我手机都吓到了，怎么这个头发？哎，谢谢软糯香甜，来环抱的布丁手绢。你们最好没听到，我们刚才在聊天呢，开之前对聊了两分钟，两分钟五分钟没事，我们待会儿可以再聊聊。对，我们关直播慢慢的也嘿没完。上次丫丫就来找我聊天。对，你还让、啊、你做饭呢，那做饭的那次还挺好吃的。对，是吧，你做的也好吃。嗯，我做的炒焦了就确实好吃。收到什么很下饭？收到什么东西？假装没听见。你们不能听吗？你放在礼物寄存了吗？女孩子没有哎，就是那种事情。没有哎，完蛋了。不是我的意思说，我们之间，你们听什么？没事，过几天你们找自己的闺蜜去讲聊天去。就是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叫倩倩，你叫秘密，那我就是龟龟。哇，你这个也太难听了，就是龟龟，你别这样说自己。算了，乖乖吧，龟龟乖乖。真是可服了、啊。哎呦，不能叫这个，太怪了。这词儿不是偏向这样，嗯，明白了。一人只有一个龟，你的龟，哎呀，真是，不是，是那个抖音上那个，你知道吧？这是在娜娜的房间，艾特你的龟，嗯，这是我的龟，怎么还有口音呢？哦，龟龟，好土，对，我平常都看这种，怎么了？我 daddy 给我分享的，你 daddy 是谁？老李飞啊。所以你在说妈咪的时候，我在思考了一会儿，妈咪是谁？到底是妈妈是谁？对，到底是哪个妈咪？其实我刚刚是想说，到底是哪个妈？我当时是在想，然后你下一秒 ，daddy 来讲两句，因为我今天有问他嘛，然后他就本来打算三个人都讲两句的，但是他前面就是有点事儿，然后就没赶上前面两个人的要讲两句。哦，就前面还有两个小慧啊、小鹿什么，他本来也要讲两句的，确实没赶上。
我说他不好意思嘛，我就说那我就喊他一下嘛。对，双马尾拆了，怎么能穿成这样扎双马尾呢？真的，我们每天都在感叹我们居然待在一起这么久了。旁边是同事吗？什么？怎能用仅仅的同事来形容？谢谢千里万岁的，把那个人先插起来，先插起来。我们怎么能用简简单单同事来形容？心碎了，他一定不了解。你旁边是龟龟，对，是我的龟龟。什么？我说你什么我？就你是我的龟，旁边是我的龟龟。秘密暂时还不在。对，我们还对，我们还之前一起睡觉，这只龟有点瘦，就是、什么叫这只龟？太瘦，小熊、啊，真的很瘦。什么同事也好，哪来的那么多同事？新年，新年为啥天天是秘密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闺蜜，闺蜜以前她是秘密，对，以前很久很久，你是龟龟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是吧？不要乱。我以前就是不要注意言辞哈。对，我以前一开始给他的那个备注就是秘密。哎，我看一下有谁在直播。哎呦，一直以来我都是喊秘密啊。下次见，亲爱的龟龟。同床一号朋友 A， 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他们在说什么？说我是。为什么说什么朋友 A 同床一号？这是什么代号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朋友一二三哦。就是你说的，对，曾经我好像用这种代词去形容了一下，就是形容了一下，还蛮久了哈，我忘了，但是我就是说来着，好久好久以前他们记得。我是朋友几号来着？你是朋友几号来跟我解释一下。我是几号来着？我是几号？有没有人提？你最好是忘了，这难解。2018年，这也太久。哦，我都不知道，告诉果然我就是忘记了，就别深入聊，可能已经很久了，不太记得了。聊聊，待会儿就生气了，我跟你说。谢谢胖胖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在哄人，我靠，然后完了我就在这气的，忘了。谢谢，我就要开始哄人，最近的要把这种就是吞下去，对。整天这样，有一段时间我们俩可好了，对吧？嗯，有一段时间，我是说那段时间巨好。哪段时间？还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吃饭。哦，对，确实那段时间，我们一起对吧？去我妈妈那里，然后我不开心，他还给我送东西。嗯，我给你送东西，我妈妈给你送东西，你给我送的。哦，对，我给你送。你记得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你忘了？你是忘了？你是不是忘了？你是不是？你小只，你小只，企图用这种。我送你太多了，龟龟，我送你太多了，我真的，你还送过什么？我送过一个香水。嗯，你生日的时候。对。还有呢？你肯定不记得。你来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都还在你，我龟龟有哦，那条红色的围巾。不是那个，那个也是， okay, 那个也是，是那是我手织的，清楚。对，我上次还带着他拍照，龟龟，龟龟，你忘了？我跟你说，他肯定是忘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忘了，我怎么会提起来？他肯定是忘了。你看，在默认的粉丝是什么？他以为我们……你看我的弹幕，他看我的屏幕。我是看你的脸，我在看你在干嘛？啊，你说蛋糕不算。这个不算，不是蛋糕，不是蛋糕哦！哇塞，太多了！我还送了你幅画呢，那幅画没送成功，没送出来。你就哇，你看我送了你好多，那没送出来，你就但是那幅画实在是丑的，我真的送不出来，真的是丑。他说很丑，太丑了。说主要是丑就算了，又丑又像。你们懂吗？就反正感觉总是就是送你的东西缺点放大那种感觉。没有，这是也是个记忆点了，就是那个蛋糕确实有点丑。你放哪儿了？哦，那个蛋糕是吗？那个蛋糕还挺可爱的。对，真假？我觉得挺可爱。OK， 看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吧？你不记得了吧？那个东西你不记得了吧？我那天不开心，你给我送的。你说，
你说我怎么会不记得？你看又开始编了是吧？开始在回忆，完了小小玩具，你开始头脑风暴是不是？没有，一定是我跟你讲，你说我送你什么小玩具，我就说了，就是那个，你说哪个？你看你说不出来，这个形状的，什么？这个形状的？对啊，一个小玩具，什么样的吗？你还记得吗？什么颜色的？我记得你送我一个小鸭子，这个小吊坠，小唐。我是说你送我的，没有，我就说，我说我送你送过给我，你看我能记得你送过给我的。有时候我不，我可能就是那个，你知道那小鸭子还在那儿。我有时候一打开我那个珠宝盒，一看，就是一看，哇，这不是闹给我送的那个小鸭子吗？那么因为你说你很喜欢那个鸭，对，以前唐老鸭还挺喜欢的，因为人家不是唐老鸭，它就是唐鸭，人家不是唐老鸭，嗯。人家另外一个动画片的，我真是你说服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什么颜色？什么小玩具？小玩具啊，就是逗你开心的。上面什么图案？哇，那送给你的可能新的礼物都没拆呢，你没敢拆，那直接送到。怎么可能？哎，根本就没有包装，怎么可能？你肯定忘记了，是你嘚儿太激动。你忘记了？你太激动。你明明就是忘记在这编呢，编不出来的，他又编不出来了。哇，好像知道的。嗯，想起来了吧？不会是那个笑脸吧？对，你看到，你看到，这确实他说完之后，我突然有一瞬间想起来那个东西了，对吧？对，嗯，我好像是哎，就是哇，那个就是那个球，哦，就是很小的那个黄色的，很小的那个，嗯，不小，就这么大。哇，好久了，你心情不好就送。嗯，对，你出去玩就买的。头发的掉，头发到急了，没有，我跟你打结了。这我昨天，我昨天，好吧，这就是我的龟龟，大家认识了吗？哎，算了，太缺德了，拆毁木鱼。跟我手玩纸是一样的概念吗？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手不能摊，积点德吧。行吗？你看，怕我想骂你。几点多？大家看他干什么？他真的很郭乖乖。哎呦，功德加一。走了走了，耳膜，首先戴着耳那个，他们耳朵痛。可可爱，你看这个眼睛，智慧的眼睛。你们就是一个念一个敲，你们俩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真的是服，是不是不记得？不记得还想要栽赃嫁祸，不愧是我的龟。真木鱼，对粉丝送的木鱼，他想让我积点德，老缺德了。怕我待会一忍不住就开始缺德，绝了，挺好玩，这个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这个人，别唱了，我要论了。啊，不是，我要念了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看到你，真不是盖的呀，确实不是盖，你真不是盖的，你真。我要论了，这真不是盖的。我论了，我论了，我论不是盖的，我论，真不是盖的，是天的。哎，敲点，敲一下，敲一下，缺德了，该敲一会儿了。好好好，行行，记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继续聊聊别的。刚敲完就那个，我要买个这个，我觉得对对对，就是缺德完就是敲一会儿。好好玩，好搞笑，好搞笑，不好意思，好的，超出了心很乱的感觉。我觉得在公演上，我们到时候 MC 就可以拿这个，拿一个是吗？对，我刚刚发现，就因为大家经常在 MC 上缺德，是吗？缺德谁啊？你啊？缺德，我帮你各种缺德，好，我帮他们抢，你帮他们抢，你真好，帮我自己记得，看一下微信，嗯，好，我看一下。
我也，我们在集资拼单，让倩倩明天多留一天。真的？拼不拼？可以啊，什么时候？那我们一起拼一下，可以啊，给他买机票。好，哇，太爱了吧！这就是规律，这就是规律，这就是秘，这就是太爱了。你看，我又找到了一个拼单的，我们咱们就一起拼单。CPU 我就是刚才把 CPU 拉下来，但见者有份，我跟你说，一起来好吗？一起来好吗？就是他给我发的，真的，他这么爱？没有，他因为我今天说要给他买一个嘛，就正好拉到你了。你真的我哭死，那我来对了是吧？正好拉到你来拼单了，咱们名媛拼一拼，就是咱们就是什么小狗啊，那个对，薇薇啊，也就哎对，都来拼，就是都不能放过。我去看看他又给我发消息了。两百够不够啊？他出200，我们一人再出200，够了。嗯，这么便宜？对。爱的全员都来拼，大家那个爱拼才会赢，对吧？爱拼才会赢，爱拼啊家哎呀！散户听住了，嘿嘿，气氛搞大变。气氛靠我们拼，真给谁？他知不知道？人家明天拎着行李往地上跑，他刚刚就说他明天早上要走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哇！然后我们自己给他买机票，人家都跑，明天跑了，重新给他买一张，让他明天晚上飞回来，后天再给我走。我现在给他说，跟他说，我们现在就买好，好吧？不让他有反悔的机会。你决定外。不是出不，我们真的不是出不起，我们不是出不起，我们是那个，我们是想要共同把它留下，对，知道吗？我们真的是，真的不是出不起，确实，嗯，就是对，代表大家的心意，因为他今天问改签太贵了，改签要1000多。哦，这么贵，还不如重新买一张。不如重新买一张。对，买一张吧，买一张还便宜点。就是，确实，嗯，大家都出一份力。对，明天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。这什么呀？应景就是想唱这首歌，唱的什么东西？土的掉渣呀！你说我最近是变土了？嗯，不好说。年代感，年代感，我是你最近都跟谁待在一起变土？我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，然后最近跟谁待在一起变土？我本身就是这样的，真的假的？我不啊，不是变土，我觉得我本身就很土，拥有着无限的可能。土味的可能是吗？咱们就是说什么？什么叫读书的时候班里捐钱？不是，这是我们就是的爱，懂不懂？大家懂不懂？这是我们对他的爱。你刚说什么？我和谁待在一起？他们说我们不是今晚开 TV 吗？哪里开 TV？ KTV 刚还不够吗？你又开始了，要记得了是吧？又叫人记得。主要是我们今天的蛙没吃上，可以了，敲三下够了，敲多了不太礼貌。主要是我歹迪明天早上有工作，本来约上了的，本来说让他就是来走个流水，就是走个流水席那种，哦，你知道吧？来一趟就走，叫上，我耳朵疼。
对不起对不起，不敲了。赶场子，对，谁在敲？我在敲。笑死我，真的。他在敲，他又在敲，他又在敲，大家准备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。我再也不说我认图啊，不是，我再也不说了。你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淑君怎么不直播？你能不能来我房间啊，淑君？能不能来？来，行不行？现在立刻，right now。Right now？ 你来不来？不来不让你拼单。他说好啊。他说谢谢，逃过了。来我房间，来我放门口，放门口，放门口。你这么小声。谢谢。来呀，缺缺缺，好缺哦，一直在微信缺，是吗？一百也是情，两百也是爱，超缺的，缺，缺极了，来吧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你别这样，好不好嘛？我就要开始那个了，我要，我忍不住被吓死，对呀，请你们随时，那我小声一点敲。我心慌了，你在敲。OK， 你感冒了，我这也有感冒药，你是不是？那一会儿来哦。敲我吧，敲我吧。不，不行，轻轻敲敲你的心。敲我的头，或者什么？我救救大家。什么意思？就那一下直击我的心灵。真的，真的吓死我了。对，好不容易拿回来，我下次我再买一套放剧场，一套剧场敲，一套房间敲，我觉得剧场真的特别适合，真的。谁那个自己在那儿敲？可以小声一点的，你听。哎，不行，那太穿透力太大了。对，被收回去了，很久。谁买这个挺好的，真的送的，我就说嘛，挺好的，是不是？有感觉了吗？有多了？那他们睡觉的这个声音，你听。你敲我吧，快敲我。咚咚，没声儿啊，没声儿，有声儿，空的，就会有声儿，空的就会有声儿，那个好大声，好空，他不懂，他听不懂，什么意思啊？空的什么意思？空空如也，我是空的，为什么？脑袋空空，你这是我笨，你看都没听出来，我给，我的笨龟啊，笨龟，都跟，我的龟。对，以后真的，以后真的，淑君应该配一套。他们拦一下，按大家就是对啊，那么久，按大家缺德的那个级数来敲，对吧？我们播到什么时候？定个时间，播到十二点半吧。我们播到十点半，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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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来，播到十点半，播到三点。那什么？三点，你只能看到我们在这儿，大家一起睡觉。下午三点，我们这是表演型的吧？发现没有，我们可能不去今天，今天不去 KTV 了。去什么 KTV？ 今天先在我房间 K 吧。什么强迫下播？你是说睡觉吗？喜剧型。等一下，一直有人给我发消息。你们回来啦！哇。不会的，屋躺着的。嘿嘿，倩倩，我们拼的，我们刚刚拼单的，我们已经拼了，已经钱都交了，真的。什么？那你是要给我们付鸡酒是吗？我们已经拼好了。别不行，因为我觉得不贵，浪费，没有那么贵，一天也是情，一天也是爱。不行，
你看这几天都忙着，就明天，多几天的话，只有明天有空，我们明天正好有空，多几天我们也没空陪你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我们没空，我们很忙的，我们业务很繁忙的，知道吧？还想要多几天，做梦呢，知道吧？快敲，我要敲木鱼了，同意？对啊，给我同意，这个可以，我敲木鱼了，待会儿可以吃，行不行？行，嗯，你敲木鱼，我掐人中，你敲一次，我掐一次。现在我们已经拼成功了，这个都差不多跟一个那种来回，那还不如像怎么可能不比你改签便宜很多？我们刚刚看过了，我们正好一个人200，真的对吧？是吧？不管你 no, 哎，叫我干嘛？你想让我一个人出是不是？他叫了三声我的名字，他想让我一个人出。嗯，买了，我现在就买，不管你，你想要几点的？这个牛奶挺好喝。你喝了没？你就也挺好喝。没有喝，等一下早上。你喝了吗？没喝呢。那你挺好喝。一会儿喝就知道好不好？对。哎，我们就是下一次就是 MC 的时候把木鱼带上去，缺德一次敲一会儿，自己去旁边敲。真的吗？那你耳边可能就是吵个不停。就我一个人讲话呗，你都别讲话了，大家都很缺德。你们就不用买了，我今天晚上不睡的，就多了一天。然后我们说不，我们要选不，我们要你这两天晚上都别睡，我们就等于有三天。哇塞，划不划算？你说我会不会酸？是吧？我觉得很赚哎、是很赚。只要我今晚不睡觉，明天也不睡，对，明天白天也一天，让我们三天。勇士在这场面，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三更半夜，把那边给我叫过来，该敲一下了，真的太早了。他今天早上他主要是要太早起来，哎，他明天有工作，讨厌。他明天工作是不是要来这儿？叫他过来睡。你耳朵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你耳朵现在挺好的，你要感谢我。他耳朵怎么了？谁耳朵？没有，是粉丝的耳朵。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敲木鱼，哎呀，突然一下敲，你知道我的，就是我心里就弱小的心理承受。你不觉得应该被那种升华了吗？超度了吗？超度好像不是这样用。弱小的心理。洗涤了。洗涤了。戴耳，你要是戴耳机，要是刚才你耳朵就聋了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哇哦，有延迟吗？可能是有延迟哈。别睡了，对，我们三个都没有合照。我哦，我们现在我们截图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不是，我们现在看了，我看了录播，就最后面那个蹦，给我除了给我吓一跳，前面黑不黑？我挺黑的，有一点黑，因为它太远了。对，我不睡觉。我跟你讲，我从那个就是从那个门进来看到那个屏幕，万念俱灰。我也看到了，就挺黑，但也没有很黑，没有到。想象的那么白是吧？对，没有。除非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很白。你废了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、我们在彩排在试的时候，是因为有场灯。场灯哦。然后我们在真正试的时候，他没开场灯，就是黑的。哦。就只有前面的补光灯就不够。下次应该让他开个场灯。感觉我房间待了10个人。我到时候一进来，拉场灯全打开。哦，没事儿。我没电了。不是你没电，是我，是他到时间了。我们应该拍个拍立得，嗯，我们现在拍其实也可以，现在拍好看吗？现在长得好看吗？好看，现在非常美。拍立得都是漂亮的，我看在那个，对，在我现在拍一个，我有箱子嘞，你今天忘记？差不多，我箱子嘞，在它后面，我们现在拍，在哪里？对，后面这个，对，里边。你怎么这么多这个客户箱子啊？我拍起来，拍起来。什么？这是我的，是他的，好像一样的同款。对啊。我还在想你买了个黄的，不过发出来个红的。我把鼻炎，今天就应该一起发，一定要停掉吗？啊？
怎么了？不能强调吗？我要敲了，给我敲一会儿。对不起，有点敲我的老哥。怎么了嘛？卡米萨妈是什么？笑死我！我的名字 ，My name is 卡米萨妈。在门口，在门口。在讲什么方言？但我又不会讲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怎么？今天再一个吧，你还有五分钟我就关了。就在这儿 ，Happy Birthday！ 可以、啊。Birthday！ 哇、哦，你这个给了好多个人用了。哎呀，用了整个就是不知道几月到几月。怎么开啊？这个？等一下，啊、等一下，哇，后面好乱，这边就是毯子很多。OK， 放在沙发上。放蛋糕。还穿睡裤，嗯，没事儿。这里，好看。好多东西，女孩子的房间真是乱七八糟的。是叫做怎么看？这叫做，这叫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我来，我们怎么都在直播里？你要去旅游？好，对不起大家看不了，因为我在充电。我吧，就看我们，用我来看，怎么看？就这样的。回去直播间变成零，来，我们能不能等一下？按哪个呀？我像一只上上下跳的。你小心点，我那个就按这个。对，好，好，不要那么远嘛。我看一下去，等一下。来，我穿睡裤啊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，当然就换一下裤子。三，看不到我的裤子吧？看不到。三二一。哇哦，今天好白哦，白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，你拍出来肯定是你那边最白。我们他闪光灯在那边。哦，也是，怎么这么黑？再来一张。三，等一下近一点。三，三个人努力往下面。三二，三个人，三个人，每个人都往后面。好像没有纸了，要换一个，再拍一张。两张是两张，看看你看你后面加了什么。哇，好漂亮！你记得你当初去我房间拍的吗？嗯，很黑。啊，天哪！哇，我买这个相机啊，不是这个相机。哇，你是上次的。还有，我靠，这个怎么这么好啊？带回去给他好吗？哇，这拍立得太好了，我要买。我上次不会用的时候浪费了好多。你快介绍给我，赵一群。赵一群，介绍给我。哇，这个太好看了。我入坑了，我是还有一个在那个在那里相纸，哎呦，真漂亮！大家，这个夏利灯太好用了吧，人都不黑了，太好用了吧，真好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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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漂亮，真好用吧？你们怎么长这样啊？真的，那你别说话就长这样，给我嘛。就是一人一张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手机就没有人管，不好意思。你的手机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好用，真好看了。你拿掉手机全是鼻孔，我们的鼻孔，我们的就是从他的手机视角全是这样的。我们看了，就粉丝这样看我们的，吓死了。哎，可以了，我帮你们自作主张，拔了一下，没关系的。哇，我好想买这个相机啊！哪买的？你给我发个链接。好的，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哇，好好看，而且它不会黑，主要是，嗯，怎么拍呢？人拍好，待会我们准备好先，嗯，我再看，我们思考一下，只有你们两个在思考，闹子已经摆好了，轻点念啊，我要做鬼脸，三二，好，我已经斗鸡眼了，差点被那个扇瞎了。行，一人一张了，够了，都几耳了。耶嘿，谢谢。只有我一个人鬼脸，不是说要谢谢。就大家不都是嫉妒吗？结果一个人那儿斗鸡眼了。你们俩卸妆，一点都没问题。没有，我们两个直播间，嗯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口袋不能多人。对，就是有一个人会没有磨皮。不是没，另外两个人是另外两个人都没有。来，让我们站远一点，就等于。我这怎么那么暗啊？你那个黑的，你别照，就黑历史，快点拿走。看我这床底，放在床底。看一下这
啊，我一天都记了。啊，我的水库，多好看！贴贴纸拿去贴一下吧。没关系，听不着。我一天都记都是贼厉害。好可爱。嗯，好搞笑，挺可爱的，好棒哦！哇，也没有很白了，很白，一会儿就我觉得很白了。但是我觉得已经没有，那上面还有更白的。对，因为黑的情况下，它那个哦，你要那个，你要给它打个灯。但我觉得已经很白，你没看到过我拍的那些失败的。对，我也拍过失败的，超级黑啊！这个白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嗯，很白，好白，很白，对吧？嗯，来 okay, 来吧，谢谢蹲，好吧，好好直播，你们去吧。啊，直播差不多，哎，我们也差不多要关了。对，我们再聊两句，好，就关了哈。好的，音乐一半了。你们可以先聊一小会儿，我要卸个妆。嗯，没事，我们也要卸妆。我要占用你们的卡了。给你们看看，这是上一次，啊，好了，金曲的时候拍的。哎，给你看今天那张。啊，超级棒的，在你那是吧？那给你。我们今天那张照片，好多女人呢，好多女的，这一群女的。女的，全女的，这就是龟龟跟秘密吧？我刚刚说他叫你龟龟，那我是什么？我叫他秘密，他叫你秘密，那我是龟龟。龟龟，他自己想给自己取个龟龟，我跟你说。我说我手臂上什么东西，我以为闪光灯闪到我了，发现我手上那个是他们给我贴的，能在那个点儿吗？嗯。哪张好看？你们选哪张啊？最后一张。我要把我好看的留给你们俩。你选第一张，最后的，哎，不管了，哪张都行。最后一张。天哪，我们仨就喜欢我不正常的呗。真不错，就喜欢我这种。好看，好看哦！31了，我们过时间了，35关吧。笑死我！卡点大师。两个人只有一个人就美颜好，我没有。真是不想让我们几个人一起直播，是不是？就是没美颜怎么直呢？直不动。就是没礼貌。全发出来好，发都要发。发发发，谢谢逃命翠翠说是少的通敌少女。因为你明天机场穿。明天可以穿。因为你穿太少了，这两天。后天穿。后天机场穿。后天机场。谢谢麻辣烫烫的荧光海。我这句你会拍到吗？会。那我这样，我去洗脸。嗯，好。后天机场穿。明天机场。你看是这个型号，富士 WIDE 三百。富士 WIDY 的300是不是？富士的。嗯。Y 的三百，好胖，好漂亮。谢谢蚂蚁的荧光海，他有时候拍的很白，有时候同一天就是没掌握好光线就会很不一样，这就很白，巨白。迪西专卖店什么意思啊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不住就是 Y 的富士 Y 的300，我记住了，其实，但是不知道那个拍出来好好看，我天。学生不能拥有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学生不能就是太有这种。而且今天在舞台上都能拍的那么清楚，对吧？每个人。我觉得没有很清楚。哦、嗯，可能没调好。比以前的还好一点。嗯，对比以前的黑的都好。小妈说太贵了，大人也不能，因为小朋友不能攀比，知道吧？对，拍的好看。小孩不能去攀比，大学生也不能攀比，大家都不能攀比，知道吧？你刚才就是给我就说，我之前不是也有一块红色的拍立得吗？对，嗯、然后就没电了，没电，你怎么不给人家装电池？莱卡就是找不到什么电池，不知道是什么。那个相纸是一样的吗？这个相纸比较大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的这个大很多，我那是普通的那种。嗯、好啦，还有一分钟我就关喽，拜拜，那就关了。学生不能有，学生不可以有的，学生会攀比，知道吗？对吧？不可以，我们不能助长这种好好玩，好的，这种风气不好。聊会儿就差不多，我们也要不能太晚睡。已经有的要藏好，明天还有不可以给别人知道，还要排练，不然别人会很羡慕你。对，
好的，还有一分钟我就归了，拜拜。下次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哦，周三，不好意思大家，周三见。那就记得来，差不多了。哦、谢谢史莱昆妮，也是拼命的蹦迪少女，谢谢。拜拜，掰什么？还没35。谢谢奶茶，35了，拜拜。关了哈。非常冷漠，很快就。谢谢